马林百列基选区人民行动党团队强调，尽管团队阵容随着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和原议员花地玛医生隐退以及两名新人加入而出现变化，不过团队为民服务的核心精神始终如一。 Our jobs and our future. 我很体谅低收入家庭的需求，我希望能为中低路家庭做出积极的贡献，并且使他们能够不断地提升自己，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随着人口的迅速老龄化，我会为看护者提供充分的社会福利、经济和物质的支持。前来挑战的是工人党五人团队候选人之一的陈俊元表示，马林百列在许多方面都是多样化的，包括地理、距离、房子的类型和居民的年龄。工人党希望把多样化汇集成团结力量。我们会竭尽所能为您服务。像您一样，我们都是普通的新加坡人，我们也经历过艰难的时刻，知道跌倒之后该怎样重新爬起来。在马林百列举选区内，我们要把马林百列团结起来，我们要让您有塑造自己社区的权利。